19年之後有大量人離開香港移民逃難，在歷史上一個很大的事，我是有站破記錄的。我們等下為這個時代的變化做點記錄，香港人可能拿到這個時事雜誌會覺得比較有彼此一個連帶感。我自己是一個給中國大陸封殺的藝人，所以我就是想创作一个以全世界为市场提供广东话的一个平台。